人间菩萨就是虽然肉体是人，做的都是菩萨事情。菩萨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做，菩萨不要不做的事情你不能做。比方说贪嗔痴你不能有啊。第二，你比方说你偷懒不能偷懒，你做菩萨怎么可以偷懒呢？你做菩萨可以跟老公吵架跟老婆吵架吗？啊，再讲了，你做菩萨你就不能有婚姻了。实际上你挂名可以的，你挂名可以。实际上讲到底的，你看看看看那些高僧大德，他们能够成为人间菩萨的人，他没有什么，都是挂的，全是挂的，没有办法的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吧？像师父基本上是跟和尚比和尚还要严格的，我是完全是跟和尚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你不要说做人间菩萨，你做个唐僧难不难？难，真的是，对不对呀？猪八戒对不对啊？你看看他就整天看见一些色相啊，他就比较喜欢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。像你看唐僧，他不能有的，对不对啊？真的是这样。哎，要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的。所以一个人做菩萨的人成即佛成，你怎么克制啊？这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像菩萨。所以人间菩萨就是说，要在人，虽然你是肉身，但是你做的行为、你的思维和你的语言出来，全部都要像菩萨，你才行。